那是不对的，那是不对的，我不应该想你，我不应该爱你，我不应该被诅咒的。不行，我根本不应该回来的，我应该消失的，我根本不应该回来的。听我说，君君，我求求你，可不可以帮帮我，让我不要喜欢你那么多。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请你原谅我。不对，不对，妹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 请你放我自由，妹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我愿意放弃一切。 用别的方式弥补你，因为我爱上他，我爱上宋琳了，我爱上他。 妹妹，妹妹，妹妹，君中，你刚进家门的时候，在客厅没有看到我，你会不习惯吗？可是，我还是替你留了一盏灯。妹妹，妹妹。 我爱你，到死我都还挂念着你。我怕你喝醉酒回家的时候没有灯，你会不小心摔倒。以后没有我等你，没有我扶你了，你记得回到家的时候要开灯哦。 每件西装口袋里都要准备一瓶气喘药的喷剂，君中，我好舍不得你。 现在怎么样？还在急救当中。你几点回家的？是不是超过12点？在那之前，我一直打电话过去，可是都是在线中。我知道一定是明明打电话在找你。
过了十二点之后再打，电话就通了，可是没人接啊。当然，那个时候你没进来医院。你为什么要那么晚回家呢？谈事情啊。你们之间有什么事情需要从白天谈到半夜的？我去的时候他不在啊，我一直等他。你在等他？那你还记得你家里也有个老婆在等你吗？你回答我！你还记得你答应明明要回家吃饭的吗？你守在别人家门口的时候，你还记得你自己也有个家有个老婆吗？回答我啊！明明红，你在质询我吗？你还资格拿枪炮要质询我？我有什么资格？我太有资格了。因为我是帮凶，是同谋，是共犯。因为今天是我陪着你睁眼说瞎话来骗明美的。因为今天你在别人家家楼下扮演罗密欧的时候，是我在你家客厅里面替你两肋插刀的，是我。如果你觉得我不够资格的话，你就不要把我拖下水吧。我实在很痛恨我现在扮演的角色，哎，我快要精神分裂了。就只有你厌恶你自己吗？你以为我有喜欢我现在扮演的角色吗？那是你的人生呢，你喜欢也好，厌恶也好，那是你的人生，是你自己选择的。是我自己选择的吗？刘明红，我这不堪的人生，一开始是操纵在你的手里的。原本我选择的人生是平坦顺理成章，我成家我立业，一切操纵在我手里，这是我的选择。而你呢，把宋玲推进来，于是有了养阳，于是有我跟徐家的瓜葛，于是有明美的伤心和痛苦，还有什么？于是我让你爱上宋玲了吗？于是我叫你对你老婆不忠吗？于是我不准你跟明美生小孩当爸爸吗？于是明美今天晚上选择结束了她自己的生命，这都是因为我吗？啊！请问韩明美的家属？我是她丈夫，她怎么样？比较稳定。好在她不是一次大量的吞服安眠药。什么意思？他是分批吞服的，所以每次吞服的时候，也就是同时在大量的喝水，药性的浓度啊也就比较稀释了。那他现在清醒了吗？我可不可以进去看他？对不起，病人特别交代，他只想见刘明红先生。请问你是刘明红先生吗？是，我是。病人只想见你。真傻哎！连自杀都会失败，军中一直守在外面，随时等你叫他进来。我不会叫他的，何必呢？进来还是要出去。他人在这里，心不在这里。偏偏我又死不了。明美啊，你不要再说这种话了吗？受了那么大的罪，好不容易没事。好不容易的，不是我活下来，而是我死不了。你知道吗？当一个人真的下定决心要求死的时候，是一件很难的事。我把整瓶安眠药倒出来，每隔十分钟我就吞两颗，一面吞一面望着钟，心里想着君中什么时候会回来，
间变得好快，一下子十分钟就到了。于是我就又吞下两颗药，就这样子，好漫长，好漫长。因为军中他总是不回来，明媚，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，是继续看的时间吞药吗？既然要死，何不死得干脆一点，留一些生机，多没有出息。我到死都还是一个拿不定主意的窝囊废，我真的很恨我自己。你不是窝囊废，你也不是拿不定主意，你只是太爱军中了，你舍不得他。既然如此，你就好好记住这一点，你舍不得军中的，不要轻易寻死啊。我真的好痛苦，是他的事情。我想见我老婆，夫妻见面这是天经地义的事。当然都天经地义的事，干嘛搞得硬邦邦紧张兮兮的呢？我走。霓虹，你不要走。关于十分钟是长还是短，你可以提出来问问军长，也许他有不同的解释。有什么话要说吗？你要怎么样，你才能快乐些？你真的这么不想看到我？如果我们暂时分开，我们暂时分开，你见不到我，你会快乐一点的话，滚！不，妹妹，我滚出去！你滚！Thank you.
了。